有着末日生存元素的开放世界 RPG 手机游戏《遗落海域》。故事背景描述在病毒侵袭与海平面大幅上升之后，人类从此移居海洋，透过建立海上平台或海下基地作为最后的避风港。我们可以潜入深海探索海底遗迹，发现古老文明的谜题、各种物资和隐藏宝藏。不过在探索途中也充斥着许多变异生物，或是落草为寇的黑潮盗贼团，可别跑到太危险的地区才能够在这片海域中存活下去哦。还可以接取奖赏，讨伐特定目标，这些任务要开着船到处跑，甚至是深入水下才能够完成任务，取得丰富的奖励。另外还有支线任务、合作副本、K攻略，赶快找朋友们一起来开拓这片海洋新世界吧。